笑死了，还真这么细，去哪个地儿？也没有。盘点那些调皮的人类。哎呦，美女，长这么漂亮还会打球，能不能加微信？我不玩微信。是地瓜片吗？我不说，你敢给我的吗？不是，这是干净的。那它里掉下去了，那地上是砸死的。看美女能不能看我的书？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美女，加个微信呗。加个括号你也配？这也太像自卑了。之后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你是不是忙着去投胎？你是不是这个小拉手？你这个死婆娘，真的就是。哎哎，回来了，回来！打火，打火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谁骂的？谁骂的？各位奔四的同学们，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们奔三的人的一些建议和忠告？最近有点迷茫。他得是黑丝。黑丝，什么白丝、肉丝、渔网、珠网都可以。他是变态。你怎么能叫变态呢？那丝袜对女生有很多好处。你看啊，能防火，能防晒，能防水肿，还能防静脉曲张。那可不咋的。是不练？那肯定的，我早跟你说了，咱丝袜这种东西，女生就得每天都穿。哎不要问我的脸为什么这么长，因为我的脸本来就这么长。小姨的腿长，给孩子长脸。走，走买好吃的去。那咱俩实在不行，凑合凑合得了。怎么凑合？明天亲吻你。你还是喜欢我吗？对，我喜欢你。你当真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去，我头发没了，我头发没了，我后边秃了一大片，真的假的？你看看，我靠，他真秃了，真头发没了，你看，我去，斑鸠，什么斑鸠？斑秃了。女儿，嗯，你有没有看到爸把这个去了哪里啊？谁弄的？这是什么？整块旗呀。